哦，救援从延村。好，就到这边的话，有事吗？不了，我若去，只会为村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还记得年初那个追杀我的刺客吧？哼，那么你就替我验收他们的基本功吧。倘若真有进步，我再亲自去找他们。你姐姐。那群人为何要修炼邪功？那自己变成那副诗人的模样，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和遭遇，才让我们想走上此道？那在他们为恶之前，我们这可怜之人不得不修炼邪功，向仇人复仇。那我……我明白易姐姐说的，我们和诗人之间拥有一道无法打破的隔阂，五十姐之仇，电光师弟之仇，以及他们认。任意左右和师弟命运之仇，要是我一直想着他们变成诗人之前曾经经历何种苦楚，或许会造成自己粗糙有所犹豫，说不定会因此拖累，甚至让伙伴因我受伤。我不想让这种事发生。五师姐，要是我也可以啊，乖乖凶凶。是啊，我不该再继续讲这些事。抱歉一姐姐，明明就要放假了，我却还一直讲这种事，真是煞风景了。那么今年辛苦一姐姐，明年就最后一年，我们再一起加油吧。怎么不能跟凶凶他们讲话？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在我父亲回阁之后，确实为阁中带来不少的激荡，不论是做法或是理念，都和从前向楚阁主所学的相差甚远。虽然我能理解楚阁主的想法，但既然武林已发展到这个局面，阁主的做法难道还适用吗？纵使我已找到我的答案，但若我救我的人们不认同的话，又该如何是好？就如你在河上所见，我不再对敌人手下留情，只要是为了守护身边重要的人，我愿意不再对敌人宽容，挥剑杀敌。现在我只希望我所重视的人可以理解我的想法。是的，我明白，我对此也有一所觉悟。过去的我会对对手仁慈，但是现在我会为了守护重要的人，我必须将这些全部抛弃。是啊，不抛弃某些自我，就希望能有所改变，这样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吧。难得能放松，还是别再说这些话题了。一姑娘，返乡小心，明年再见。没什么，只想窃天物的事。窃天物刚经历劫难，元气大伤，又想复原，可惜一段不短时日，我求助他。没什么。是啊，易姑娘，明年再见。
是易师姐吗？我正准备启程回尼龙铁煞，立功师弟，此次回程是没有他所伴，但我一向独行，所以并不会觉得孤单。只有地宫的事，对尼龙铁煞而言，奋勇战死是身为习武者的最高荣誉。地宫师弟，此事其实的其所，师姐不必挂怀。若师姐真牵挂于他，请在心里默念佛咒，祝他早日归返西方极乐界。哦，易姑娘，临走前才想再和我喝一壶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忘了再送我酒壶，等会要去村里买个新的。哎，还不是因为我方才想楚阁主和段师傅的话，这才把我酒壶给忘了。赵冠师傅，我是认同他除恶务尽的理念，但不是得理解一个人为恶的理由。就算他杀了，那不是抹杀所有人让人悔改的机会吗？而且他还称呼何师弟为那个诗人，我要是不小心变成诗人，然后被那样称呼，我一定会难过的体无完肤，这悲痛欲绝。易姑娘，我也不会让易姑娘变成诗人，我绝不会让何师弟那件事再次重演，否则还是不说了，免得打坏放假的好心情。易姑娘，我也是有空闲回去重演才早点喝酒的，可要备好酒等我过去啊。易天灵，我来送你们离开，顺道寻找周遭环境。据我所知，许多弟子未避世人袭击，都选择留在阁中。若我能在场巡视环境，或许那么安心。若真有事发生，未能立即反应。这也是我来此的理由。冰天剑派之时，你能为方生挺身而出，我很欣慰。希望他也是能够问心无愧，有始也有终的决断。我们行侠之人都在沿着各自所认为能使这世道长保平和、能人安泰的道路前行。楚阁主的道和段师傅的道一样，并无高下之分。两种道在某些时候，对某些人而言，也都不会是善道。没错，有些时候我们这些侠客只是恶人，不是什么善人。但是那正是我们作为侠客所要背负的事物。仗义行侠，重要的不是道的选择，而是走下去的觉悟。你要明白这一点。人还蛮多的。本姑娘不想说话，别烦我。真是波澜壮阔了一年呐、啊，我可等不及要回北燕卫向那兵士说咱们有丰功伟业。是啊，姐姐。小妹，你怎了？是不是身子欠佳，还是又看谁不爽？告诉姐姐，让姐姐替你教训他。不，我很好，只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，就觉得好累，只想回家休息。这样啊，那咱们也别耽搁，这就启程吧。那个北燕卫路程可还远呢。易师妹啊，马上就要回乡，就放下阁中事务，好好休息一阵吧。你要问我去哪？这只一程出阁啊。我真的修炼尚未精纯，还有很多事要向阁中师父，所以会带他下一个继续修炼。况且只要想到父亲被刺客袭击的事，我就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。这艰险的敌阵，保护最高保护的人不受伤害。只要我还做不到这点，我就不能说自己一成。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期许。师妹，你应该有自己的期许吧？弟子你要好好加油，努力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然后跟他一起说话。真的有。哎，这个拿去，拿给本姑娘安静。豆沙包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做事那样认真的道恒师傅，但这也代表这次的事件和对手非同小可，我们也得好好帮助道恒师傅，否则还真愧对于身为师姐的你们师姐的身份啊。您说一生出格的事吗？
阁中还有这些可爱的师弟妹，师姐有怎么放得下你们？况且阁里还有我能做个好事，除非必要，不然我不会离开小影阁。好了，一师妹，你赶紧回村吧，可别太想师姐，想到睡不着哦。这不是一姑娘吗？又平安度过一年，记忆可有所精进。明年师兄再验收你的记忆。明年吗？武松君这个人很可疑。我应该都对话完了吧？闭嘴斗沙包。好，看起来斗还完。别过来！区区一个铁匠怎么会躲？倒快追上！不远处似乎有人被追赶，过去看一下情况吧。小易啊，只是说来话长，总之就是从岩村被武林人士聚众袭击，为之费尽全场跋涉，想找小影阁求援。啊？怎么了？哦，还有战斗，我以为没了。总算是追，你是小影阁的。这是我们从云村的事，和小影阁无关。别淌这浑水，这次和却还灾那是大不相同。你，小玉，你还真正的侠士，不枉咱们将你视如己出。莫非你也是从岩村出生的？哼，既然你是从岩村的人，那就休怪不客气。我要为师兄他们报仇。拿命来！他们应该是要纠结那个当初是鲁村的那些人吧？我靠，还有剧情啊！我还有结束了，那今天玩不玩啊？好，那这边真的要明天了。如果赵牧阳我之前把他干掉的话，他就不会出现在这个时候了。我这边发生什么事？怎么打起来了？看来情况似乎不单纯。我才不管情况如何，就我家义师妹和平民老百姓就是不对，还有其他小影阁中人，不管谁来救阵都止屋子不了报仇。去死吧你们！这个房屋比较好打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这也和其他门派比武，你太不讲义气。要比武怎么不叫上我？不是比武，不是比武，那他这里做什么？铁哥，啊，是少侠，你也在这？啊，好疼啊！看来是那些真武道的家伙上了他。你们究竟有何目的？不好，这么下去只会横生枝节。
我的仇人在面前，你要怎么说了手？你们要是不说说，等咱们收拾你们。你们伤及本阁弟子和百姓，这是名门正派，也该有个交代。我们要找的是重岩村支的，与下一阁无关。只要把村人交给我们，我们不会和你为难。你真以为我们会被你给为难？告诉你，我们不会放人。你们又是要人，羁绊我们再说。你，死小子，好家伙，说起话来真是一霸气啊！你都听见了吧？咱们可不是不会放人的、啊。不过，叫你们正面说明追杀这个小哥的理由，也不是不能考虑放你们走。糟了，夏侯指挥者说过，这是不得外流，尤其那小野鬼子知道。可如果是好，对了，要是被金木大师知道这事，我在门派的地位可就……我靠，又是夏侯指挥使，夏侯焕和金木，他们是便是这件事的主使者。小野鬼插手这事，眼下形势有变。诸位同道，先随我返回指挥使之处，再做计较。张梦阳啊，我放你一命哎！你竟然还在帮夏侯指挥使！在你们有所交代之前，休想离开。不愧是靖女侠，但是抱歉，在得出我自己结论之前，我没有任何说话，领教诸位高招。你这个小废物，这一……好了，不要再撑了。哇、哦，这欠扁的张梦阳，我放你一命，你竟然这样对我们！不是，我放你一命，你竟然还在……哎，我懒得说他了。这欠扁，这欠扁。把你们知道都说出来，好吧。但这件事你们想翻盘，怕是没有上次那般容易的。你们可知道，这几年武林中经常发生莫名失踪案，失联都是一些闹腾的武人，其中包括本门弟子，我有不少师弟遭受横祸。起初我们以为又是贼匪横行，便多是派遣弟子出外剿匪。虽然这数年剿匪的贼寇甚多，但失踪的事件仍是频传，甚至不减反增，原因始终未曾明解。我等将事态回报朝廷，夏侯指挥使注意到这件事之后，令锦衣卫着手调查，才发现这些失踪案竟在江西一带的村落发生，而主使者便是重岩村那些姓岳的家伙。一切罪证确凿，一天你还有天要分辨吗？指挥是替我们主持公道，遂同静默大师筹划此次行动，锦衣卫联合真武道、圣严宗、骷髅门等损失弟子最具的三个门派，集结诸派精英弟子，聚众前往江西一带几个村落，要将这帮残害武林的恶徒就地正法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句句属实。贫道生平最忌妄语，倒是你们为何要袒护这帮恶徒？咱们村人被逼的，还出于无奈啊！若是我同门突然死的点醒，难道不会担忧？查知同门是被掳走，生死未卜，主使者就在眼前，你们难道放过他？纵使真有权威更高的主谋者胁迫那姓岳的去干这件事，他也不能轻易逃脱罪责。助纣为虐已是事实，我等正大武林乃是天地间正义之表率，只当阻止恶行继续扩大。你竟说自己是正义？那些恶徒视我同门性命为无物，自然不容宽待。今日来此，我早已下定决心，要为那些遭此横祸的同门讨回一个公道。武林杀伐无可避免，这可不是孩童间的扮家家。你们还是赶紧认清大是大非，莫再倒行逆施。若他所说属实，那现在怕是有许多村落已经遭袭击。我们不能撒手不管。没
没想到此事就延烧至此，无论此事孰对孰错，当中定有无辜受害的百姓，我们该救治他们，救一个是一个。各位，老夫明白此事是春假时节，但既发生意外之事，还望诸位多加包涵，出拳助阵。接下来老夫会安排诸位执行不同的差遣，我们将兵分三路，就是江西一带各个村子，再来安排两路弟子，一路弟子前往三峡村确保他们的安危，另一路则回下一个向阁主汇报此事。小易，你重回熟悉回到松营村的路，就你带领几位同门先前往松营村。老夫这里其他弟子走水路，就往其他村落击退那些说仇恨冲昏头的正派人士。唐师傅，我也去松营村，我在那里待过一阵子。死小子，好，你就和小易一道去吧。小易，挑选信过的同门赶紧出发，老夫随后就到。哦，可以带三名哦。哎呦，可以带金师傅啊！那我当然带金师傅啊！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就这样。